就在你这个设置的场景下，其实它不光是为了契合今天的主题，在上面有很多的漂流瓶，而这些漂流瓶其实也是征集了很多喜爱你的人以及他们和你之间的故事。哦，这个真是手写的。哦，这是哇，写的好密啊、是挺多的啊。念一下，我说生日快乐啊！从剧粉到路人粉，再到成为俊伟仙，我在你的个人魅力里越陷越深。嗯，谢谢。2021年3月，我住院了，做了个小手术，是每天看你视频帮我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你的快乐感染着我，治愈着我。康复出院那天，路边的花开得正好，风也柔和，我有一种春天伴着你来的感觉。你像阵清风，吹散冬日阴霾，愿你永远自在如风。我也会撑着他画的是个蘑菇啊，蘑菇盖随风一起陪你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啊！写他落款是个北京的蘑菇啊，谢谢。然后这后面还有一段啊，好风凭借力送你上青云，祝我要逆风去收拾长虹啊！谢谢这位，谢谢，是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他康复出院，他也健健康康的，对，这么好，就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是的，然后就是彼此互相感动，然后呢就彼此温暖彼此呗。因为虽然很多时候这个我不能看见你们，可能不是一个具象的一个我可能只知道你们的 ID， 然后不知道你们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正因为有大家一起组成这个谢谢爱我的这么一个团体，然后温暖着我，谢谢。是的，谢谢俊伟先。我们再挑两个吧，好不好？再挑两个。行、啊、行，是是是，这个收好，这个你收好，这个你要放、对对对放收好。哇，都写挺多的。这个是来自宁夏的俊伟先，喜欢俊宝2年半了，喜欢你每次拍的 vlog， 喜欢你每次对粉丝的回应啊。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我以俊伟仙的名义和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你的人生。我没有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你带我走过了很多地方，谢谢。从你的视角，我见过了很多从未见过的风景。我不喜欢当领导者，只希望做你的跟随者，支持你的每个决定。想告诉你，我真的很爱很爱龚俊。谢谢，来自宁夏的俊伟仙。哦，谢谢，谢谢。来看看这一封，哇啊，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俊伟仙。首先啊，祝我们逆生长高冷男神，杰出明信片分享大师，全国巡回大闹演唱会实际者，海外时装周镜头又补气，我舔着 title 有点长啊。青年优秀青年演员龚俊生日快乐。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啊，祝你明年也能抽空追星啊，谢谢。最后说点碎碎念啊，永远庆幸自己点开了朋友发给我安利你的视频，让我认识了那么好的你，谢谢你带给我那么多的快乐、温暖和感动。每次看到你亮晶晶的眼睛，就会觉得你好值得被人发现、被人喜爱。谢谢你，谢谢你啊，龚俊，祝你永远自由快乐。谢谢，谢谢。这些祝福全部都收在怀中，而且是因为这些力量继续陪着你，是对，而且希望之后可能在明年这个时候，你前面的 title 会越来越长，大家在你生活当中会赋予你更多的名字。但是我现在要感慨一句，哇，你眼神真的很好。谢谢。为什么？你刚刚那个小字看得好清楚。是是是，所以你有一双闪亮的眼睛。谢谢，谢谢。